所以尺寸，所以你只要在网络上找到尺寸差不多的，所以你只要在网络上找到尺寸差不多的电池，然后我们的电压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只要在网络上找到电池型号，所以我们只要在网络上找到尺寸差不多的电池，然后我们的电压要确定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有的时候是那种双组合的电池，它的电压可能就会变双倍，那你要小心把你的电器烧毁，所以你要确定你的尺寸跟电压正确，我就可以来进行更换的动作。